需要喊口令吗？要用偏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想一下，你们要怎么去整合那个口令？背就好了，背背 ，Go！ 一二三，真的左右两边就是位真的差。就像我们待会，我们待会会做400公尺，然后快，哎，先从慢滑、长滑，然后做到快的。好 ，OK。然后我们反复两次，然后中间的口号转换的口号，我们会喊预备，然后慢慢加力，慢慢加力，然后慢慢加奖品，然后 Go 的时候。把力量跟奖品往上带 ，OK。教练400嘛，哈，总共400公尺哦。全快也可以。400哦。昨天没滑的人。全快也可以。无失误吗？奖品无失误流水。你说长滑吗？奖品。长滑还是？奖品565吧。他说长滑奖品多少？长滑奖品55。55。然后快的话60。50。50。50。反正50，两边50。慢慢的，慢慢快。男生就是讲的会下不来，只会滑快讲，慢讲不会滑的。超快，最想慢。可以吗？可以，柔软度不够。20秒，李练。干什么？阿平干什么？阿平他们一直调戏人家。什么不学学调戏人家？阿平他们受不了。等一下你被重击，我跟你讲，彩虹启动的一个被重击，立刻按钮，5秒，开关，准备，滑动，4、6、5、3，拉长，放松，拉长，这次行轻松做完，5、4。3 50公尺，53，80公尺，来加力，上奖瓶，上力量，90公尺，背，对。1、2、3、4，要靠船眼拉，把船的两侧水划开，190公尺，来拉长，降桨平，降力量，拉长。很好，5、6。来维持哦，拉长，回桨放松。270公尺，来调整一下哦，准备上力量哦。来280，来加力，加桨平。390，背 ，Go！ 1、2、3、4。力量。370。整个没有，因为他们慢会很钝。